好的，那这一 part 呢，其实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呢，大家全部排成一个圆圈圈，每一个人都站在这个小小的花花圈里面。音乐下了之后，大家就是开心的踱步，然后拿着一个气球，像是大家要郊游一样。那这个当中，我会不定时的突然吹哨子，只要一吹哨子，就麻烦往前一格，踩到前面另外一格的呼啦圈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你人走就好。气球阿哥五圈圈都要留下来，但是呢，这些气球是会往上飘的，所以请务必记得，你要到下一个圈圈抓住下一个人的气球。所以只要没踩到圈圈的，或者是气球飞掉的，或者是你抓着你的圈圈去别人圈圈的，那都叫做奥斗。最后留下来可以获得15枚金币。很少有 cosplay 那么久都没有介绍，快吐了，太干扰了。啊，快一点！他的口水快流出来，鼻豆子，鼻豆子。你为什么要认真咬啊？他鼻流了。好，我们鼻流子。好，你准备好，我要介绍啦。好，我要介绍了。好，来哦，掌声欢迎鼻豆子。鼻豆子你就咬着，没有，有就这样。所以人家不介绍你啊，没有表演啊。他这个很像跟绿巨浩、绿巨跟浩人在交往。绿巨人，绿巨跟浩人，你是谁啊？绿巨人浩克了。我想要什么奇怪的绿巨克是谁？绿巨克是谁？绿巨克浩克。看到他正好在课，所以讲错了。欧巴。